在要出门啦，去新沙洞吃好吃的蘑菇锅。每次来韩国最爱吃的蘑菇锅啦。说跟我的朋友一起来说什么首尔买手店啊，你们我自己先来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就要开始画眉毛了，因为我觉得拍出一张好看的照片，画眉毛是特别重要的事情。今天会用到两支眉笔，一支是类似菱形头，可以很好的画那个勾勒眉形，然后再用这个刷一刷，如果画得太浓了。画完这个之后呢，我会用这种水眉笔，因为呢它就可以很好的一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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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画出那样的仿真眉毛。眉笔先看吧，我的铜笔。丽娜吗？哦，真的是。丽娜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还在录 vlog 呢。对呀，你还在床上不会吧？不是不是，我在录 vlog， 你看看。哇。你怎么上来的？真的很可怕，幸好我有一点化妆。那你来帮我选一支，就是适合我今天妆容的颜色吧。我画了眉毛，还有底和一点点的小眼线就没了。现在擦一支口红，咱们就可以出门了。你画的深一点，我觉得你不出声。嗯，我来给你选。这眉毛不是应该抹那种很粉色的？你看这位大姐的手，你等会怎么洗啊？漂亮吗？我的这个，很多人都问我，就是说我的 vlog 是用什么录的？其实我就是用手机一手录出来的，不像这位姐姐这么专业。你看，哎呀，在这儿。给我选一支吧。她给我选了这支15号色。黄色，他给的颜色都很南瓜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各种土橘和它行吧，土橘加南瓜。所以它的这个就是能抹出嘟嘟唇的感觉。好啦，我现在要出门了，我的朋友已经到这儿了。
起。U.S. 现在是 DDT， 然后呢到 APM， 然后呢基本上过道。